这什么破店啊，我不想走了。这专门找的野象，马上就能看到红金群了。到了山顶，把这帐篷一支，等着看日出吧。你是不是想省钱呀？不想掏门票跟那个酒店钱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主要是这条路线风景比较好。反正我吃啥呀？饿死了。那蓝色包呢？那里面有吃的。啥包？不是说好让你背上我背帐篷吗？我没拿，我走不动了，饿。人不吃饭能撑好几天呢，再坚持坚持，走。哎呀，山上有兔子啊，一会儿给你抓个野兔子吃，咋样？真的？真的，走。连一个兔子毛都没有看见。咋没有啊？哎呦，那不是吗？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走。快快快快，肯定有吃的，走。这都没人呀、啊。这村是不是慌了、啊？这有个山楂树啊，摘点山楂吃吧。这不越吃越饿吗？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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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，吃它咋样？这人家养的吧？有人吗？这村里慌了，肯定是野鸡，你去抓。我去。你有经验呢，忘了上次在我家咋抓的了？是不是鸡主人回来？这鸡是不是你的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就是那个，然后吃了饿了。我刚刚懂了吗？啊？说啥？我也听不懂啊！整天说压钱，说昨天人家干吃了小鸡了。你看多少钱？我们赔给你。赔下来那摔着了。躺地上。你赔我赔下来躺地上。啊！闭眼睛，闭眼睛，捂肚子。没有小鸡多少人啊？我女朋友饿了，再不吃饭就饿死了。多少钱？我们赔你啊！这没办法，也是这那个。就那么，就那么，已经吃了，就那么。啊！这个给你，给你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给你拿着拿着，给你给你给你，我给你放地上了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吃个饭太亏了，还搭个金镯子。你先心疼心疼我吧，我快走不动了。那赶紧上去歇会儿。咋了咋了？哎呀，这一会儿不看你，这咋回事？崴住脚了。疼不疼？疼。哎，思思，我背着你走。来。累死了，歇会儿啊。这到哪儿了？这是。你迷路了。那谁知道山上忽然下这么大雾啊？背你的时候又没注意看。哎呀，别哭，能找到的。找了救援队，不然咱俩在山上咋弄啊？今天这真是白折腾了，这能活着下山就不错了，啥破野象啊！安排好了，小心来玩啊，还是得来正规景点。哇，确实，可惜啊，看日出是看不了了。看日出的地方我也找好了，赶紧起，快快快！确实美，要是能叫那就是个人。